他可能那个脚就是要尽量往下压。我可以换气啊，可以换气啊。啊，那个眼睛哦，要直视着那个脚尖。他整个气哦，就是灌在那个丹田了。啊，你怕人，你点点心烦你。这就是爱练啦，这就是爱练啦，嘿啊。诶，这一般无法度人安尼做啦。这教人做。诶，他还可以把脚翘起来。这样子啊。啊。脚翻到背，翻到背，谢谢。整个定点不动。他最主要就是那个波浪不能太大，那个波浪不能太大。也像我们最简单的，也不能像我们这样的。水母漂啦，一般我们就是说称水母漂，它整个是头是都在水面上。一般那个水母漂是把头埋在水里面。这么简单，这么简单。这么简单。啊，你有在播那边啦？开就行了。就你们打。就你们的股价。对啦，你哪不去买股啊？哦、他现在连水连那个手都没有动了，连手都没有动，整个身体都没有动。意念，要意念。所以就是我什么，我爱就是这个意念。这个轻松。要练的。轻松。这个最简单吗？太简单了。啊。意念。没上会。哎爷呀。自然照。啊。你会怎么样？我身体来的玩意儿。哎，要自然呀。飘啊，他爱飘，他就买点两。他的整个平的要很，脚要翘起来。点了，点了，这最小的呀。点了，他会点了。如果不是那谁，哎呀，敏慧你来了哦。我阿弟的史先生，你他为什么没办法飘？你跟他讲，教他一下，他为什么没办法飘？紧张的。撑住来呢，撑住来，好哦！哎，女生比较容易啊。哎呀，阿兰你们做单，我在。女孩子比较容易啊。女孩子比较容易，女孩子在做比较容易。哎，女孩子那个干。对呀。他还可以左右啊，左右这样晃来晃去的。好，我们谢谢史先生啊，谢谢史先生，今天就上到这边了。